欢迎一生有你啊。小小娃娃那个是欢迎沉淀哥哥，高兴呢。欢迎哥哥加油哦。欢迎我峰哥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这不中500倍了吗？中500倍了，你们多中点儿。没有比你们中500倍我再高兴的事儿啊。峰哥加油。头发一边儿去啊，那你干脆要把衣服脱了得了呗。衣服脱了不就得了吗？这么卡吗？这么惨吗？补一段吧。什么呀？五啊！昨天晚上这个果黑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果。着迷了吧？谢平哥，热舞，我得热才能舞，我现在比较冷。谢谢你着迷，哥哥。二六八四。还真想看我跳一下啊！真的假的？我两天没跳，因为跳舞太累了，还不有礼物，就不想跳了。众多多，欢迎释然，你看我都没穿跳舞的衣服，就穿的睡衣。欢迎前炮友。转身向山里走去。
有一个。其实每人早上对咱们一个提要求，早上就咱们几个白挨累，他们都不管我，其实直播间有人在你知道吗，但是他们都不说话。欢迎嘉年华，大家早啊，欢迎早啊，005宝宝你好，这个时间点可以跟你讲吗？我不睡觉吗？我不睡觉啊，睡觉是陪你们聊天啊，是不是？我睡觉了是陪你们聊天，大主播都睡觉了，大主播都睡觉了，我该怎么弄？欢迎二师兄老李头。朋友们早啊，对对对对吧，大主播在的时候我也活不下去啊，因为等大主播睡觉了，大主播睡觉了，我奋斗奋斗，捡个漏儿啥，时间点卡的好，当然是希望总是爆的，不然你们还有。周六了，明天周天了，两天过任务，早点呗。我天天播，你们都能看腻了，看吐了呀。你的任务应该过，任务过了呀，不还可以更高吗？下一个档呢？谁说的不会？欢迎磊哥，欢迎观看二十。